我是觉得您老公并不是一个马上就能学会浪漫的人。嗯，那其实怎么样能给自己最大的安慰和满足感呢？其实就是降低对对方的期望，只要看到他的改变，你要知道他改变今天是一点点，但其实他已经十分努力了。降低对对方的期待，互相降低，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幸福感在里面。祝二位能够继续幸福下去。好，谢谢张老师。来来来。